算了，还是一，我太高估你。好，这边换你，这边换你。我说这台战车是不是坏了？爆胎了，撞太多了，你受不了。总之，下总之下车。抛弃你，你想抛弃？一二，也是先移动过来，然后再抛弃他。然后等一下僵尸移动过来，然后再下一步再移动一次，然后就死。好，好什么？好，来一二三颗是吧？哇塞，你这个一直都没炸。对啊，我真的觉得这个剧本目前玩起来就只有我们一开始玩那个没有车的那一关。对，要想办法弄到车。你没有车的那关，那压力对，那个压力蛮大的。对，没有车，就是我们在那边到处跑，看僵尸要来了，是不是？你可以丢骰子啊，只是你怎么丢他不会受伤。没有，就除非像刚刚那个不小心，我们把自己弄到快死掉，那个被猪队友搞的。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玩的是第二关，有人自己偷跑下车上不来，那就没办法。想清楚哦，想清楚哦，等一下没有弄好就会发生那种惨剧。对，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不跑吗？不是第二关，因为这边都是三个跑步的。第一关，第二关，第一关，就第一关。我们回去好吗？所以因为只有一二关没有车，我想说先把这边录。然后第二关就是我们就是就结束了。胖胖的，大家跑回他们追。胖胖的也只有没大家跑回他们追。但你觉得这个？我没有，我直接忽略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跑回来追，好，好不好？反正就是一直拖着他们这样到处跑，在那边测试，他们都只会往我们两个身上走。好，一二，可以的话，我是希望他们聚集在这里，然后我走到这边，砰！他们会进去吗？会啊，可是他们你再走远，你就可是他们会就现在还是追我们啊？对，对不对？全部整坨还是追我们嘛？对，好，就撸这边，你要先甩一颗，为什么？哦，一颗。爽，下一位，等一下，我还有移动啊！哦，你还有移动，干战车的必备战术，对啊，换人了，战车的必备战术，撞完换人，要换我的吗？等一下那一局就会从厕所冲出来。等一下我来，我还没回来，你就直接哦，怎么都是这种东西啊？就先做这个动作，下一位，七条，里面还有不少，下一位了，换你了。你结束了，一二，我只能这样。那我做一个免费的搜索，也是这把刀。这样后面就好无聊，以后开车就赢。对啊，这游戏开车设计错误，会不会真的不是这样玩啊？就是弄完才可以开车嘛，这回又可以开车吗？他有说可以开车，所以就我要让这个游戏，哦不对，我要先走剑友才能搜索，抱歉。没关系，不重要。三四，这什么意思？这是第一个版本，这是第一个。我等一下出去，我要等一下出去打王了。僵尸，哎干，我的僵尸升级，练功的机会来了，谢谢。哎，我没有翻到僵尸啊，还有这个没有升级，我升级可以多一动。那就打自己人。没有，我等一下出去打王了，出去丢火焰瓶。哎，啊死了，还三个六，看到没有？死透了。你就只是把它锯的碎了一点而已，对啊，这样不好啊！我们就你要英雄本色，五个人站在一起冲，冲了，搜索结束，大家开一枪扫射，搜索结束了。好，下一位，这样才不会有事情。下一位，这里面的东西比我想象中少，里面只剩两个罐头，两个罐头还真的很少，要收很多哎。这边我们到底我们有绿掉很多吗？没有吧，我看一下，一没有，等一下就看到时候大家有人升到红色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好无聊哦，我决定我要上车玩了。你要帮忙搜寻东西都已经搜不完了。一哦，都已经搜不完了。搜索嘛，然后二三，等一下是。你一定要开这台车吗？你可以开另哦，不行，另一台车要放在这边让我们累积东西。我开一台也是可以啦。不要，然后我是伟嘉。现在你是伟嘉，所以真北会先。对，然后现在谁开车？我现在是你开车。我忘记刚刚是我是伟嘉，最后应该换过来。没关系啦，换就算了，没差啦，那我差就算了，随便了。好了，我结束了。好，对，多一点僵尸好不好？太简单了。一二，对，这样撸起来才对。不错啊，都是胖胖，你也撸不动啊。两个走路的。
弱，一个跑的，太弱了。两个走路的，一个跑的，一个跑的，两个胖的，很弱，这只是经验而已啊。三个走了，到底有没有移动的？都没有行动卡，移动没有那么多，移动好像各一张。所以这边要四只，是不是？那真北，我挖洞，他去抽烟。橘色，他先跟我换位置。他已经无聊到一个不行了。先往那边撸低坡，先撸低坡。我觉得我们进入了高潮了。要转过去了是不是？我觉得我们进入了高潮啊。先撸两只，都死。再帮他记好了，我等一下再一起走。先放旁边，先放。然后往这边撸。我觉得我的经验值就要被你打光了。往这边撸，你要炸哈？算了，不炸了。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他行动卡太少。不是不是不是太少，是所以我应该先甩这边。这绝对不是这个问题，重点就是这台车。这边有几个瘦的、啊？四个，四只，很容易结账。好，我们赢了，这样可以吗？两只死了，重点只是因为那台车。那台车太威了，十一只，一二，除非开车撞死了，没有经验值。不画那就更简单了，那升不了啊！直接再往最后一步往那边撞。可是移动规则，车子的移动规则，它只是不受移动。一二三，才三个，那才四个，十三只。对，都因为这个中间这边内，那边最后那边有几个，三只小的还是四只？一只，他没动作了。二四六八八点。我觉得他快封顶，25+8，33，甚至要没车好像比较刺激。你看这里面看我都安详，可能还有就是因为人数多。其实一定都玩六个，超过四个人都玩六角。哦，对啊，有吗？超过四个人都玩六角？没有啊，四个人是四角，五个人五角，五个人五角，三人是六角，三个人六角呀。来，换动那个。其实我觉得这跟几家也没什么差吧。有啊，两个人在车上绕来绕去，现在两个在里面找来找去就好。你的动作差很多啊。结束。我觉得一样啊。你只要能搞到一台车，就是有少数人待在里面，然后比较多数人待在。开始在检讨这个游戏的设计思路。结束。真的啊，真的、啊，你就一个房间各停一个人，僵尸员不会进来，然后车上停两个人，僵尸员在外面。刚现在就是四个人就是这样，对啊，现在就是情况啊，每个房间只站一个人。永远不会进来。结束。一，这兔子也想来录一下这样。我不管了。你想干嘛？你想丢弃我？你想干嘛？你想干嘛？不是吗？不是要丢王吗？不丢了，我要丢这个。啊，丢什么？我要升级。哦，你走出去丢了。我没动作。我不管了。我的角色我自己决定，然后我又多一步了。好喽，那我往回走。你现在不是在门口？哦，门关。汽油弹就这样被你丢掉了。你自己去做啊！奇怪了，自己不做汽油弹，怪我。电锯就好了。垃圾丢了，我去帮你开个门。哎、欸，好哦，开门，然后我再离开，这样可以吗？刚刚不能开门丢吗？哦，那个，这里门口在这。哦。开门一样，不会走进门。对，开门也一样不会走进来。兔子，是吧？那你，哦，那我了。感觉很危险，先不要，下一次再来。我觉得一点危险都没有。啊，我也要当驾驶。好，啊，一步，然后撞，也不会危险，开过来。三只，先三只，再一只，都死。那我再一只，啊，没死。嗯，然后往那边撞好了。两三只，两只。再来呢？再来，我刚刚做了什么？应该剩一栋。啊，你有三栋，你有四栋吧？对啊，是不是一栋啊？哦，你有一栋。一栋旁边。我刚做了什么？一二，再换位置，换位置，来这里。你换一个门走，是不是？我也不知道，那还有最后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随便啦。好，你只能丢一颗啊？为什么你可以丢三个？
因为他觉得反正结果一样、欸。好吃，好超远。吃，我撞死了几只啊？六只，六只哦。耶、yeah, ，23了。现在还要比经验值，这个有点年华。这个现在比风景速度，僵尸应该还自己走的。对，我要开始自己跑了。哦，这游戏要比僵尸无双。老爷，到我了，我想撸回去，这边都是胖的。你进来捡东西好不好？那不能下车，他会死掉。为什么？他不小心就会死掉，被僵尸咬到。我一个不小心，你可以来找我，因为不会啊，一二三四就收学了。他收到僵尸就挂了。对，好有道理、哦。他要先拿到东西才可以收学。你先走路，你先走进去，你接收。哎、欸，不行哦，不对，里面还有两个罐头。他在那边，你就走进来就好，下个盒再收。他那边真美会照他，这不行。第一栋下车，第二栋，你就走进去，先去跟他拿面具。没有、啊，对，中间那个、啊、第三栋，你要先进去拿。第四栋，搜索在这里啊。觉得真的会有僵尸吗？没有了，刚刚开那么多，我不敢跟你，我觉得僵尸，我不想跟你讨论这，开了啦，好开了 ，open， 不是啦，没有用的瓶子，你还差一个气哦。好，好，没了，结束了，僵尸该动了。那，啊，分你看你现在丢不是很好？胖子分开来，胖子分开来，对，我屁事啊！我等下往里面走了，哇、哦，好挤哦。好，三个跑步的。我死了吧，还没，你升了，升了，升到升升六个走路的、啊，那个胖子两个走路的、啊，六个走路的，两个走路的，然后六个走路的、啊，哇，这根本就给你练功了、啊。我跟我在一台车的是兔子，嗯，欸、没错，我等一下下车了，我来，我要冲，换换谁先？换我，换 Eric 吧，对，开枪。我的米、欸、有了，罐头也可以，罐头走放回来。哎、欸，没有，我只能走放而已，还回不来。只有四栋，可以、哦。哎、欸，走放回来，可以，说走放回来。它这个颜色真的难看，我每次都找不到它在哪。几个？五个。差一个，差一个。好，換你了，我叫你了。记录。我没有。哇。好了，我要先往这边走了。移动搜索。有了，各位观众，我们上车，坐上驾驶座，是不是？这还在你身上，这还在你身上。我等下也要上车，你有动作吗？没有啊。哦，不把车开走，我没有动作了。好，换我，一定要在车上哈，好吧？那我要在车上才会赢、啊。那我知道被抛弃的人呢？当个驾驶的，被抛弃的人怎么回事？你就一直当战车驾驶员了吗？咦、欸，哎、欸，骰子，你要回来接老叶吗？哦，老叶不用吗？上去，可以的啊。我就来这边。一二三四，刚好上来、啊。所有人都一定要上车。对啊，活着都要上车，我们才会赢。好，那简单啊，把他老叶烧掉就好。可以反击的吗？没有办法哦。我干、哦，痛。没有啊。二十三。哎、欸，二。然后啊，我就装这边嘛，一二三四，装的分开好了，有三个，死两只，装了。到底是谁先呢、啊？没事，刚刚是我先，嗯、这一轮是我先，你是不是要先？所以等一下后面你先。哦，对，我厉害，我先。他也在下面，我开枪、啊。现在就再骰一次这边嘛，我这边还要再骰一次，又没事。我们应该上车开枪，而且我在，然后就可以先把他。当然先开枪杀死以后你就上车，然后我们就开车。所以用电锯直接给他两点伤害。对啊，用电锯直接锯他。然后再回，然后是三只、啊，四只，四只，没死啊，还都死了，全死，帅。二十再加九，三十一，还好，好猛，没什么。欸、然后就老叶不理不理你啊，不用二三。我上不了那台车，还有一是 Eric 吗？我撞回去了，换驾驶。Eric 等一下是尾驾，换、啊、换过驾驶，可以再换一次、啊。没、哦、没有，我换我换驾驶。你们现在是在讨论换怎么抛弃？刚刚驾驶不，你已经被抛弃了，只要我就杀进去了，反正还有我，他好像开走就没有。对啊，他等一下是第一栋啊。干嘛回去搜索东西来？帮我们放了第五个东西。
没有，那我应该上车才对，我干嘛回去啊？你没有搜索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这个就还没搜索到，因为这在最后一张。对啊，你公用就搜索到，然后被他用电锯电死。所以一开始我去帮你们谈，最后你们把我留下。我怎么听你们讨论的结果是这么一回事？你不觉得这游戏很危险吗？所以换我，对不对？换你，换你啊！我只是建议而并不是说一定。OK， 出上车、啊，上车，哎、欸，四步刚好上车。啊、下一位，你看，等一下再换这边，换这边。你看，移动三步又出不去，我、欸、是不是你在门口等就好了？这样好了。我要撸哦！我等一下帮你弄一个没有悬念。我等一下就用免费的搜索弄一只僵尸在里面，我带走。反正不要在车上撸会赢哦。一二撸，只要在车上就赢。你看，你要一二三四四步才能出去，对不对？冲！那我必须冲，必须冲。哪边比较多？你不是有三只？等一下，等一下，那个哦，我有四步啊，对啊。你人在哪里？没有，可是问题我不能开车，我不能在车上，我开车他在这边啊，你不是说你在车上闪怪吗？他是伪家哎，而且要在车上，我可以这样吗？啊，什么意思？两步不是，然后我可以这样，我可以走两步吗？你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在，现在不是在，我现在在这里啊。对啊，好，一二，对啊，撸他。基本上你刚刚的问题应该是不行啊，老师哦，不能两步这样子。一直，我来了，快，好，两步，一二，我要撸回怪群了。我要这边是伪家哎、欸，啊，这边不是伪家吗？你伪家，这边是伪家，你们可以早点讲。然后你们等下两个就会直接爆炸，哎、欸，你们两位直接爆炸，我换边。好，不是，等还没有。Eric 差点有一飞，你都重载的吗？我要丢重载的，可以吗？那只有一颗，他战斗能力。哎，那两颗都可以啊。如果他是整个 percent 的，没切的哦，是一 percent 吧？一 one reroll percent， 老师爽，36，输了输了，好结束，怪要动了。你进这边，来啊！你来啊！啊，我承认这真的是个汽油弹的好时机。但没有了，但你是不会鸟他的。我已经没有汽油弹。我先我。啊丢丢，他刚随便丢，哦对，水沟盖，水沟盖，水沟盖。哦，有悬念了，因为这边有水沟盖。哪里掰？有人上水沟盖，然后出两只走的。我们可以跟那个商量一下，他不行，哪里掰？他可以防一点，两只。可以防一点啊，所以可以死一点。就有这个板块的人，哪里板？哎，你在这，所以这个板块也有。这板块没有，没有，哎有，有。好，随便，随便，随便，没了，真的没了。我们都在那里啊。对，嗯。哪里板？这是第一张，第二张，三个跑的，三个跑的，点他，三个走的，三个走的，没事，两个走的，四个走的，给他，最好再来多一点，我练个功再走。下一位、啊、有点麻烦，手动啊。好啦，我就不搜索，抛弃他，我就不做免费搜索了，抛弃他。一，我要用电锯攻击。嗯，应该会过了。恭喜你，之前没中。老师是。两只嘛，一只而已、啊，一只吧。什么？这样我动作不够，我上不了车。那就再见了。原来是你要被抛弃。再见了，你了。再打一只。再闪啊！闪啊！嗯、哦，哎、欸，一二三，哎，明明还有一栋，真是的，吓死我！哎、欸，哪有？哎、欸，没有，有一栋没打到。哦，上不了车了。我也不能开车哎、欸，好可怜。这时候就是看 Eric， 对啊，我上车然后把他开走，就看你的良心。Yep， 换我对，嗯，你可以来一二三四，我们就过关了。你可以来回撸他，不，我们只要一二三四，我们就过关了。就只有米勒死，我不在车上，你们不会赢，那就把他撸死。就把你撸死，我已经打了15啊，真的。而且你撸死我的话，就代表你没有动作。
那就从你开始先撸啊！你说我现在就可以撸，现在就可以撸，我现在就开始先，现在就先这样，因为你要打排档，我们这边还有一台战车，就是要他是啊！我们看你什么时候，我就看你能闪几次。不如这样子啊，我很怕你孤单，我先把一个面具送给你，可以挡一点伤害。人之一技，但是你得挡两台战车。人之一技开始撸，你要抛弃我就现在走，艾瑞克一起。哦，他也可以死，可以死，要死一起死。哎，不错哦，走了。我车上男生是谁？反正我们就先跑了，先让老洞来接。我们先跑、啊，老叶，我一定会撸他们的、啊。老叶决定，还是送你。你开过去是三条人命哎、欸，三条去掉，然后我会把那台车也碾掉吗？他也会扣血，他也会扣血。为什么摔 车子也会扣血？在车子里面也会扣血，因为撞到车了、啊。哦，那很简单。那其实现在只要这样子就可以了。你就动一步停下来，再动一步，再动一步停下来，再动一步，四步刚好。这游戏不知道什么是四步，最后两滴血。OK， 好，现在是怎么样？动完了？因为米勒刚刚说不可以这样，动完了不可以这样，所以你只能动一步停。所以就只要现在就要先发制人，先撸我，不行，这样没有。把他全撸掉，把他全撸掉，兔子。把人撸掉，然后食物又要重找，因为全部都不见。不会在车上啊，会在车上。我会在车上。然后我们换一台车就走了。OK， 不会，我觉得反正我在车上，你可能会换你撸我。哈哈哈哈哈！我有毒瘾吗？我有毒瘾，我有毒瘾，会毒瘾哎！快点啊！好烂哦，这游戏不好玩。这游戏是生存者决定谁要留下，谁可以获胜哦，谁可以活着。我今天等啊，不管你们了。所以这时候我要说，你们替我，你们替我找到资源了。他死了，赚练等了，再移过去。我发现了，我刚刚做错了。我第一发没打中，我就应该躲回房子里。为什么我要把那两只打死？我刚才在想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回去找？回到去，我发现他不就第一发没有中就回去？对，第一发不够啊，不够啊，啊，离不开，离不开啊，不够啊。对你还是只能打死，然后就被你离不开，你就变成有更好理由，因为有两只僵尸在那边，我们只好撸，我们只好撸你了啊，两只。然后第一次很不幸的撸你撸中了撸僵尸，看掉我刚刚掉中杀小，那是你的问题啊，再两只。所以你现在是又回来了吗？我现在，你现在人停在哪？哎，我刚刚换座位啊，我刚在这里吗？啊，我刚换座位，然后第一步出去啊，一现在应该要二了，三，然后来回来来回啊，不管他了，算了，来这里了，四，我们应该安全一点。离他们远一点好，对，离他们远一点，他们要自相残杀，我不想看这种。再两只这样，等下说我对不对？等下说我对不对？对啊，等下换你。对，37，我要确认一下，剩地方是38，到达出口，活着的人都要在车上。对，所以你要先想办法把活着人留在车上，还要在车上。对，我跟你讲，你这样撸我都没有人杀艾瑞克，你就不会。不。你有没有想？就把车开走就好，我们等一下再下车开他们，下去杀他。不是这样，你们就不会赢啊！艾瑞克就在你，艾瑞克就在里面乱跑，然后僵尸会追着你们走。等一下，你第一个动作跟我换一把枪，然后直接朝艾瑞克开枪，然后一发就两。你们在讨论的是杀僵尸吗？没有，他们现在在讨论是先杀碾毙弥勒，把我开枪杀你，离开。我们讨论怎么杀僵尸。你把僵尸你留在车上，然后下一回我就直接开车离。有没有看过 HYD1 的视频？我的防伤面具怎么不见？弃掉啊，补血，那是补血。哦，那补血啊，哦，补血啊。我记得他做伤的是，对啊，把他弃掉补一，超奇怪。所以你这变身暴走变身，他变成那个等他们上车。好了，如果要赢，就是要等他们。那你就先搜索一把枪呗，下一回就把他毙了。你不要听他们的，你要在车上对不对？是啊，现在在车上对不对？你就搜索打僵尸就好了嘛，就等着就好了，你不要做任何事情。让他换一把枪，被抛弃的人就是不要听他们的，就站着就好了。换一把枪毙了。我搜索中还有三个动作可以变，对啊，三次，对啊。你看，等一下我伟嘉，绝对被撵！这游戏要拖多久？绝对被撵！尤其僵尸，我觉得这样很好玩，怎么很好玩？先搜索一把枪看看，你弄到搜索枪，你弄到僵尸怎么办？哎啊，反正他不是在车外面，你为什么不是直接跟他换枪就好了？哦，对，
对啊，你就跟我换枪就好了、啊。直接跟他换枪，他很乐意。反正死的不会是他，你知道，反正死的不是我，没错。没关系，都收了，都收了，那就改用武器打弥勒嘛。好啊，还是你要用电锯，你可以享受一下一次甩五颗的快感。这样也砍弥勒是五颗吗？对啊。OK OK， 好，拿起来。应该没有啦，好啦，我们正常玩啦。你要玩多久？等会结束了。你要玩多久？这场玩五不动作。你要玩下一位。好啊，这场玩五不动作。好了，我们正常玩。换驾驶完了。好，一战车速动。没事，你觉得会有人牺牲掉？没有，有一个是伪家。有啊，上次那个就牺牲啊，不小心被兔子搞死了。可上次有，没有，上次我也死啊，就是被你搞死了。可上次那个是我们，上次那个是因为我们差点跑不掉、啊，意外，那是意外。对啊。然后这次是，这次是我们想要早点跑掉而已，我们不想再打下去。你往哪边转？这边，我刚刚这个甩过了。哦，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一栋，我们去角落了。我们要可以捋漏一颗，去角落，随便啦、啊。捋漏根本不重要啊，很重要。这看我好吃练等是他的那个吃封顶，是不是乐趣？他快封顶了、啊，差一点去角落，去角落。等他们到，我们再开车过去角落了吗？去角落了、啊。我差三个。我插三个，下一回合、啊、我插，下一回你会撸回来啊！三个也不会生气，下回你现在也没有生到我、啊，因为现在他是最伟家，除非我们要把先撸，也会先杀，你叫他不要杀，杀就好了。哦，对，他不杀就好。好，我就杀到我。哎、欸，等一下，你怕没有僵尸吗？等下那么多。哦对，还会生哦。对啊 ，OK，反正我们那个命运啊，他们自己弄自己而已，谁搜索嘛，对不对？我不说什么，游戏结束可以换新的，所以呢，就结束他好了。Eric 啊，刚刚他一直提议杀你，你不先杀他吗？随便，你不先补他一枪，你就补他一枪上车。反正你那边拖也是拖吧，反正再拖一回，随便你。对，还要拖一回，拖一回，随便你。好了，我等你。看你的良心啊！靠你！虽然我知道在这边提良心是一个很不重要的事情，刚下去，等下一开始就是你叫我在前面打一怪，对，然后在这边把我抛弃，你是不是没有死？然后现在叫我等你，讲良心，你是不是没有死吧？讲良心，你跟我讲良心，真的，我就在给他一线希望，等下就换你，就是强盗驾驶座。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讲哎、欸！你到现在都没有受伤、欸，开怪开怪，我们是不是在这边帮你吸怪？真的，我怎么看到是他们两个不？我们车也没有吸走，我那边我就进去啊，我进去找东西哎、欸，里面有一半是我找的哎、欸，好是一个胖子，快找不到胖子啊！你们杀快一点好不好？没有杀，我们没有在杀胖子、啊，唯一能杀胖子的一直在跑、啊。我不跑行吗？你们留那么一群，我怎么打、啊？也是。哦，二对，你们留个一两次就算了，留个十几次是谁杀、啊？汽油弹啊，还不跑？汽油弹现在只有老爷什么东西啊？啊，没有，这三有平结束了、哦。不过我们可以结束这游戏了，不重要。换我啊，结束啊，不然我要做搜索，搜索可以搜索，搜索啊，反正你会打掉那个的。汽油，汽油，斧头，没什么用。从头到尾就只有我在拦着，你在哪里？不行，这边不能搜索，抱歉。哦，不能搜索，这边不能搜索，这边已经搜索过了，这样没东西了，这上面没东西了，换我，没事了，那我也要搜索，哦，算了，是斧头，你看好了，哦，对，已经看到了，对，已经看到了，其实我洗一洗了，没有斧头不会拿起来啊，斧头会啊，斧头是武器，对哦，算了，好麻烦，我不想动了啊，结束了，对，我也没有动了，不想动了，我要撸，你们可以制造噪音，我用驾驶柱，一二。哦、五颗看到没有？我升等，你看有人还想要升等啊？有人要封顶啊？我封顶，他想要再看一波僵尸出来，两只，还不够，还不够，再回去啊？没有没有没有，我要往前冲，开远一点，不是那边，我要冲这边，为什么？冲因为这边有怪，不要，我要冲这边，这样一定升这样，我现在就是要升级，反正你们要出去，你在那边，先三颗，三颗是不是？哦对。啊，爽！两个，耶、yeah! ！好，点技能，点技能，哇、哦，点技能，那今天点什么 ？Free
Move action! Mark! Yeah! 好、哦，你赶快回去，不要再丢伞浪费时间了。好，好了，回去。我让你待着。反正我已经封等。好，这次当做死了。好，转。Eric 不动。我不动。滚！连装人都没有死。没有，因为迷勒不让我杀，他不给他，他不给杀，蛮等蛮等，已经给他，已经给他最大的，他跑可能会杀死我，他已经不管，不会啊，怎么会杀？所以要开，现在换你，现在开红色，现在换迷勒换你，结束，现在开红色的是不是？嗯，哦对啊，所以我只走这里啊，嗯，对啊，因为我不然的话棒棒就死了，这样他只会咬一下，一人吃一滴还活着，哇，应该是，对啊。就算那样的话，那也不好。你们车到底要怎么开过去？我真的不懂。喂，我们就直接过来啊！没理由啊，没有理由、啊。应该洗洗，我知道里面还有一洞。那个阻力已经大于车子的动力了。怎么看都是大于。我们的车比较厉害，你觉得？不太有可能。怎么看都觉得不可能呢、啊？啊！不放了啦！不放了啦！两只不要放了，不要放了，不用放了。开出来只要没有洞就没事。没有洞啊！动你们可以决定谁死，不会死啊，可以决定死，可以决定死啊，对啊，可以，对不对？好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哦，我觉得这绝对是冲不过去啊，绝对是冲不过去，可以啊。好了，结束了，不过是个人而已，有我觉得而已。就是游戏中间有做了什么事情？我昨天开完战车之后就那个探索，就开战，就是开战，就开战车。没有，其实他也没探索，然后他就走进来，然后就这样走，最后换一台车，换一台车。这游戏好无聊、啊。我上了车之后，我就没有再下车。目前玩到真的有难度的剧本，真的是没有车的那个剧本，没有车，因为车子有，车子非常怪怪，撞就好了。没有车的剧本好难哦。车子能这样用的吗？封顶了，各位。它上面是这样写的啊。各位，我完蛋了。我从那只杀了三只僵尸，好不好？这等级落差一定哪里做坏？杀了四只，三只。我就是绝对做坏。为什么可以有一个人只杀三只，一个人杀死三只 ？Legendary， 传奇。下一个剧本看起来会很难。来吧，有车吗？先问。因为没时间了。说。没有车，你一坨怪，你怎么没有车怎么杀？是这一坨怪，你就知道。没有车，凭我这装要杀什么屁？下一关它的名称叫做血魔法，我不要玩，回家。听起来就不好玩。然后我们的目标是要消灭僵尸巢，好屁！这个消灭它的窝，没有车。有车不是去僵尸巢前面等着这样子，来回有几个僵尸巢就停几步车，我们就停在旁边一格。一声，没有拿过来。但是，然后僵尸，然后僵，像那个剧本，僵尸会逃跑，会移动。他会有目的，这样他会往目的地逃跑。这样没有车是要怎么移？然后有四只逃出去，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守住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要在门口拿着电锯等他。对，那还要去破坏他的巢，这感觉就那也得先抽得到电锯啊。所以你要先走，我路过啊，有车，没有车怎么玩这个游戏？我还是我印象中我们之前看的规则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车的规则真的没有玩错吗？没有，可是他是说他不是移动，他是个免费移动，所以搞不好只能移动一次。Action is not a mover， 它不是一个移动 ，and it is not stop just a mover and modify， 它不需要有移动的。你说一会儿只能动走一次 ，such a free move， 它是跟一个免费移动一样，所以它也没有说几次啊。所以如果我们所以一个啊，免费移动啊，然后你没有其他，你们正常方式都不能移动车子。对啊，所以你不能够用行动去移动车子，你只能像一个免费移动去移动车子，但是就是变成说只能开一个一次两个。哦，那这样子，这样就超。哦，那我们做错了，就不能来回撵。要三个人，然后四个人，然后轮流开车。四个人轮流开车这样。没有，不然就是没有冲过去，然后拿枪往外面打。拿枪或拿球棒往外面砸。对，这样就差很多了。嗯，真的。这样要过来这边，就要四个人一起开才过得来。那就不能抛弃米勒，他根本就不能一直移动啊！那就不能抛弃米勒，他就只能动一次啊！然后那一次不花移动点啊！对，
反正总之这一局我叫车神。对啊，都在那个说他讲过又讲错。不，账面是这样写的啊。过屁事！我们照着念的。我是车神。所以我们收集了两瓶水、三个罐头跟一包米，这样下次就可以玩有车的。因为如果车子只能这样移动，对不对？对啊，车子如果那样移动真的差太多了。你不要碰上去给人家笑。对啊，你们在玩车子？你们在玩是什么车啊？哪一个是放哪一个？问我，就骗他们啊！这是扩充，这是战车。这个是僵尸吧？这种没有僵尸啊。如果车子不是这样跑，那1900这一盒可以了。如果是这样子的，他现在是二手卖1900，他不是原价1900。没有，我说如果车子是这样的话，他就算1900，也只是在买车而已。还买一台是台平面的，就是买一台平面车，1900赚，有点贵啊。对啊，我要买了。这样下次玩应该会比较好玩一点。如果有下次的话，要玩要快啊。要玩要快啊！你下次可以拍一个正常版、正确版。可以啊，下礼拜开始我每天有。